查某人谈恋爱上大脑，也毋过查甫人上辛苦。这感情甲买厝的道理毋是共款的，下手上班不是别人的。我看到伊的物件，不是跟我，就会跟我。就已经过好啦，你有钱嘛买无？买无，我就用抢的。亚芳，你先坐下啊！你别误会哦，啊，今麦疫情这么严重，多喷酒精杀菌，安尼对大家拢较好。先坐一下，先擦。你这不是跳过要还回来？你把手机提走无够，佮我即出，你讲若不是我知影，饭店已经通知亚芳，手机落掉房间，赶紧安排我要告白，和亚芳捉奸，和亚芳认为这是一场误会，那无咱的关系，再拿回两包。所以。咱上受欢迎的金童教授，若是拄到老婆大人，就变妻管严啦。不要紧，这种镜头我也要滴。Naughty girl， 不过先把手机还我，至少我还有一个交代。当然是我介意的查甫人，会用这种办法消除你某对你的怀疑。先是一个误会，后来伊就会偷偷啊愈信任你啊。毕竟是我想要爱的查甫人，所以为了要跟你做伙，我袂让任何人。跟咱的关系，那呢？这个手机就暂时由我来保管。你，敢讲你要甲林宝讲，这个手机是伫个白查某人的面上顶捡到呀？哎呦，我是想讲，你当利用这个机会。试看卖啊，林宝是不是对你真正信任嘛？还是讲你真正是一个妻管严？亚芳才拄误会我，感觉愧疚，所以伊绝对是百分之百的信任我。你能不相信 ？Try me。好啊，那呢？我都来试看卖。我这边有几个袂歹的物件，会当介绍给你。像这间三面采光，而且是边间，日时随时拢有日头。像像你个性这么热情，就是爱住伫这么阳光的所在。确实是袂歹，要唔过别墅伤大啦。我跟我男朋友两个人住尔，不需要这么大。而且我跟我男朋友两个人在厝的时间，拢黏在对方的身上。爸爸，你哪？陈娟，爸爸拄好巴肚无爽快，你家己来，无问题哦。爸爸无代志啦，应该是中昼时阵食歹巴肚，你爱较紧哦，等我妈妈会烦恼的。哦，好啦。爸爸，我好，我先出去哦。好。
所会当厉害。全全，你是好阿妹，手洗好清气，甲爸爸做伙出来啊。好啦，我来洗手啊啦。啊，不过爸爸袂当出来，你爸爸听。啊？真的？你玩闹无？我不要紧啦，我等下就出去啊。真可惜。不然成功会当让恁后生送一顿爱的巧克力。好啦，真正卖闹啊！这小屁孩，遐尼多抓宝的相片，不怪我的手机啊拢无容量，我甲伊删掉。教授，我有问题。什么问题？莫妮卡。Hello, Cici。你别来遮，行。哎呀，我想到别当来啊。咱今嘛要进行一个大创作呢，我来找你讨论剧本啊，有啥物唔对啊？咱们摆的是办公室恋情，男女主角在办公室内底演一挂男女动作戏。这是办公室，搁这间。你跟我倒来搁外，安尼咱两个公民进台做伙啊？对，那有可能吗？那也无可能。以你的才华，搁加上我伫个戏剧圈经营这么侪年。咱绝对会当伫个国外舞到红红火火，而且你毋是毛讲过，若是你无结婚，你就想要伫个国外发展啦。我是有想过啦，不过安尼就免丢毒啊！我即马马上替你讲丢票。我毋是无想要陪你去，不过我有家庭。无可能这么简单就放下，我走就走。啊，我就讲嘛，我绝对袂结婚，结婚袂像安尼坐家咧。我确实是咧坐家，电话怎卡来？这通电话来甲拄拄啊好，我马上叫台特顺啊。哎，喂，老婆，什么代志？老公，你敢有去接圈圈？我拄则咧看学生的论文，袂记得啊。啊，即马下课的时间拢已经过啊，圈圈一个人伫外口等，唔知影会出啥物代志。我即马就去接。唔免啊，我离学校较近，我家己去。大概叫你去接圈圈，拢袂记得。是咧啦，后盖我袂袂记得。亚芳，我甲阮男朋友厝，你敢替阮找好啊？阿妹呢？你是公司上红的业务主管呢，找厝对来讲应该是无困难啊，奈个即马阁阿妹啊？因为你顶届看介意迄几间厝，拢已经互人订走啊。我手头的物件，敢若剩适合一个人住的，假使你愿意一个人住，安尼即马就当成交啊。你即摆意思是讲，爱我甲阮男朋友分开住？你真正就爱讲三笑诶！我即马是甲你讲厝，毋是讲男朋友，是讲这感情甲买厝诶道理，毋是共款诶。下手上班就是别人诶，既然已经是别人诶，那呢你啥做爱遮尔啊坚持，遮尔啊固执？上好是我一个目标。我看到伊诶物件，毋是讲换就会当换，你几间我拢要爱。就已经过好啊！你有钱嘛买无？买无，我就用抢的。就已经过好，你搁要抢？
歹势，你这个生理我无本事接，我会介绍白 sales 给你。我先送你出去。哎，亚芳啊，啊人正人介绍人客给你，你哪敢管啊？我看到伊的物件，不是讲换就会当换。伊几间我拢得爱。亚芳，莫去涂骹啦，来食饭。我来去炒菜。啊，没，我买物件倒来吃，你叫全员起来吃饭。全员好，爱吃披萨。爱披萨、可乐，拢嘛是囡仔爱吃的。妈，某你可能会甲你做伙等。你唔知我娘拄好咧，啊，我著去西街拄好撞到莫妮卡，伊手头吼讲有一挂礼券，想要过期，啊，著叫我陪伊去西啊。你敢知啊？莫妮卡吼买一大堆礼物送我，害我我娘歹势咧。啊，我甲伊真有话讲，而且母亲节要到啊，即个就当作是我送你母亲节礼物啊。啊，你唔惊你妈妈食醋？伊最近真无闲，无时间食醋。多谢你对我妈这么好。这物件我做钱，我提予你。唔免啦，咱也毋是无熟识啊，哪会得这么客气啊？我甲你本来就应该算清楚。那无，等你替我找到厝，再为你的奖金来抵扣啊。找厝是爱靠缘分，我这么赶紧。阮妈的名皮较薄，你对伊这么搞礼数也歹势。袂啦，这我甲阿母讲过啊，为着让伊安心，把这礼物收落来。我有甲伊讲，就甲我当作查某仔共款，伊嘛答应啊。所以你唔免给我钱。阿伯，咱搁会定定见面啊！哼，安怎？你是拍算定定来阮家坐？亚芳，你先坐下啦！你别误会哦，啊，今麦疫情这么严重，多喷酒精杀菌，安尼对大家拢较好。我目睭！亚芳，你哪？嘘，全全今麦在休息，莫该插去。啊！你碰甲遐大台，你头去共伤着是要哪啦？歹势啦，我真正毋是挑故意的。啊，是讲哦，即摆咧喷酒精杀菌，对莫妮卡较好，对咱大家嘛较好啊。